有请新人上台。祝愿他们永远沐浴在爱之花海当中。晨晨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叫段若楠，今天对于我来说真是非常狗血的一天。八小时前，我正在准备向我谈了四年的男友求婚。李潇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314天，我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。我们在一起这四年，共同经历了非常多。我想，我们是时候换一种身份相处了。我已经做好成为一个妻子的准备。若楠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死是我现在唯一的选择。晨晨要和别人结婚了，我那么爱他，他却这样对我，上天真的很不公平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若楠，你一定要幸福下去。李潇，快去小维家，他要自杀。这不要脸的东西婚没定成，被女方赶回老家去了。谢谢你，若楠。还跟我客气，姐妹永远在你身后，咱犯不着为那些臭男人做傻事儿。算哪根葱啊，敢欺负我的人。对不起。好了，别哭了，知道错了我就原谅你了。
咱们可是约定过要陪对方到老的，你可不能丢下我。嗯。不就是臭男人吗？明天给你找更好的，十个够不够？不够再加。范小薇，你搞我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事了，范小薇，还要不要脸了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，我没你这样的女儿。看到那些照片了，护士，你看到八床那女孩了吗？没注意。医生，医生，你看到八床那女孩了吗？八床没有，没有，就这么高那个，长头发的那个，没有，没看见。小薇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为那种男人不值得。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。我原本以为晨晨爱我。是多余的，没有人爱我。你还有若男，你还有我呢，我们都在你的身边。范小薇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要死是不是？我陪你，大家一起死。若男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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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不爽你就打回去，你就骂回去。你在这伤害自己干什么？你要这些爱你的人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答应我，都会过去的。你要对得起自己这条命，知道吗？晨晨，你们干什么？这是为你发的照片打的，这是为你骗我的感情打的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两清了。把手，这怎么喝这么多？慢点
慢点。李笑，我怕他想不开再自杀。萧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314天，我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。我们在一起这四年，共同经历了非常多。小哥，你醒了。喝牛奶还是咖啡？我还做了三明治。你醒啦？天哪，竟然有早餐哎！宝贝，你好贤惠。真香。我俩平时啊都是在路上随便对付的。外面的哪有家里干净啊？以后啊，我每天都做给你们吃。爱你。早，没吃吧？做了份早饭给你，谢了啊，吃过了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家那位为了结婚开始转性了？哎，要是就好了，哪有那心思？哟，有情况呀。行了，忙你的去吧。萧哥，我有点不舒服，若男没接电话，你中午能帮我带点药回来吗？哎，你若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哦，我回来拿文件。这，我不舒服，刚去洗了个澡，衣服脏了穿不了，所以就接了你的。不舒服？怎么了？发烧了？不烧啊，应该就是感冒了。你是不是要拿这个？哦，就是它。我今晚要加班，你要是不舒服的话，就先休息，晚点林萧回来，让他给你带药。嗯。
你怎么回来了？那个，我有点不舒服。你也不舒服？啊。是不是那天天台的风太大，着凉了？啊，对。对对。那天风有点大。若楠，你不回公司了？你俩都生病了，我还回公司干嘛呀？伺候二位祖宗吧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去休息啊，躺着吧。你着凉穿这么少，等会儿给你拿件厚的。嗯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在忙？忙忙忙，一天到晚瞎忙。你和林霄的事儿到底有着落了没？啊，快了快了。每次你都这一句，哪有男女朋友谈了三四年还不结婚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女孩子观音都是有限的，不要到头来一场空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自己的事自有安排。你能安排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么结婚，要么趁早跟我分手，别再浪费时间。吃吧，小心烫。小薇，嗯，我想再求一次婚。上回那个求婚视频不是找不到了吗？但我昨天听同事说许愿湖那边特别浪漫，所以我想咱们要么周末去露营，然后趁机求婚，给他个惊喜，怎么样？嗯，女生求婚会不会不太好啊？要不还是等萧哥主动吧，或者我去帮你探探口风。嗨，不用，不就求个婚吗？谁主动不一样啊？行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嗯，你配合我就行。好。李湘，虽然这样的场景我已经在脑海中排练过无数回，但是到了今天我依然很紧张。我想告诉你，我想嫁给你，不是因为我到了要结婚的年纪，而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你。所以你愿意娶我吗？当然我愿意，我爱你。若楠，若楠。嗯，醒醒，到了。小薇，你等一下，帮我拖住李湘，我先去湖边准备一下。嗯。哎，萧哥，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。怎么了？若楠他要在玄湖和你求婚。这什么？他不是说来陪你散心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，但若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不想看到若楠伤心，所以请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就不要伤害他。李湘，你过来一下。哎呀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知道吗？许愿湖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传说，只要情侣在这个湖边立下誓言，就会得到月老最长久的祝福。我，段若楠，向月老发誓，我想一辈子和李潇在一起，所以你愿意娶我吗？
我去接。小哥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若楠，她不仅工作稳定，还有一个全心全意对她好的男朋友，而我就……在生气啊？没事，他睡一觉就好了。哎，今天下午的事儿，谢谢你提前告诉我。小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是不想看到若楠失望，也不想让你为难。哎呀，若楠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。小薇，你是一个体贴的女孩子，真的很谢谢你能懂我。小薇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为那种男人不值得，你还有我呢，我们都在你的身边。其实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小哥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若楠，他不仅工作稳定，还有一个全心全意对他好的男朋友，而我就……李潇，若楠，若楠，你醒了？你觉得我睡得着吗？我跟你解释过了，我今天真不是故意把你戒指弄掉的。是吗？那你手为什么往回缩啊？若楠，今天大家都累了，我扶你回去休息吧。李潇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娶不娶我？咱们回去再聊这事，行不？不行，今天就要在这儿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咱俩快四年了，我也快三十了，我们要这样耗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不想娶你，是我现在能力还不允许，我还想再奋斗几年。等我能给你买个房子了，咱们再结婚不好吗？可是我不要你的房子，咱俩这样一直租房也挺好，我不介意。我介意行吗？我现在压力很大，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？萧哥，别说了。四年。
若男，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？被萧哥知道他会误会的。误会就误会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老娘也是有行情的，省得他天天觉得我非他不嫁。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我跟你说啊，男人这种生物吧，就是你越懂事儿，他就越不知道珍惜。别想那么多啦，今天就是开心。来吧，一起喝一杯。好啊，一起喝。若男，你少喝点吧。没事儿，我可以。来，继续。干喝啊，不玩点什么？萧哥，若男心情有点不好，我担心他会喝多，你来接我们吧。哎呀，我不玩了。哎，怎么什么呀？玩玩玩玩玩玩玩了，走开。玩有。哎呀，你们干嘛这样？走开！走开！干什么呀？来了个新的，萧哥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若男。上车吧。萧哥，你开慢点，若男都吐了。萧哥，你别生气，若男是家里一直催婚，他压力大，所以才出来喝点酒放松一下。那些男的我们真的都不认识的。萧哥，你真的别生气，若男他也是爱你，他真的想和你结婚啊。他现在这样逼我，我怎么可能和他结婚？萧哥，你先扶若男进去吧，我去洗洗。真是快受够了。小薇，没事吧？好痛，我脚崴到了，站不起来。你能进来扶我一下吗？小哥，我扶你起来。小薇，李潇，小薇，李潇，怎么办？要是让若男看到，他肯定会误会我们的。我们不能出去。李潇。谁在卫生间？谁在卫生间？
是我。我在洗澡，不小心弄到了沐浴露。哎，李潇呢？潇哥，他去给你买解酒药了。小薇，我太晕了，我先睡了。酒都给你点好了，我是刚下飞机就被你夺命连环 call， 至于吗？我找了好几家店，终于找着了，看是这条不？对，就是这条。谢了啊，兄弟，今天随便喝，都算我的。看来这忙我帮得够大呀，给女朋友求婚用？当然不是了，谢我一朋友。谁呀？不认识吗？行了，别八卦了你，喝酒。小薇，啊，卫生间有没有我的发卡呀？没有啊。小薇，你看，小准备的礼物，我还以为他忘了周末是纪念日呢，这么有心。太好了，若楠。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俩在校园的湖边散步，就看到两只黑天鹅在一起游泳。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，我们两个以后要像天鹅一样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说，他该不会想在周末的时候跟我求婚吧？应该是。恭喜你啊，若楠。一定要幸福。谢谢你，我的伴娘。对了，我还要假装不知道这个惊喜，放回去。走了。哎，发卡不找了？不找了。潇哥，小薇，突然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上次多亏了你急中生智，才没让若楠误会，所以想谢谢你。这个你收下。这条项链是给我的。我觉得它很衬你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但是小薇，我有些话想和你说。其实这几天和你的相处，我觉得你很好，很善良，和若楠完全不一样。我这几天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你。潇哥，你别说了，这条项链我不能说。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对，但是我想了很久，我还是决定要告诉你。我很清楚，我根本已经不爱若楠了，我跟他根本走不下去的。若楠他爱你，他想和你结婚，你不能这么对他，我也不能。所以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很感谢你这些天为我做的，但我不能对不起若楠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不能伤害他。小哥，你别说了，我是不会接受的。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一首《天鹅舞曲》送给你，祝我们四周年快乐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去个卫生间，一会儿回来啊。Thank you.
小哥，你别找我了，我明天就会搬走，好好和若男在一起。没事，不用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花了1000多呢。没事，我报给你。是这样，我们领导刚才给我来电话，说有些事儿需要我处理，让我赶紧回公司一趟。现在？啊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我也很想跟你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，但工作没办法，下次我一定补给你。啊，你这也太突然了吧。若男，4周年快乐。他们公司有事儿。什么事儿能比求婚还急？别傻了，求婚几次了，每次都找理由推三阻四的，肯定外面有人了。听妈的，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找他问清楚。师傅，跟上前面一辆车。怎么来了？进去说。黎潇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小哥，你不该来的。不，我想得很清楚。我喜欢的是你，我不想欺骗我自己的感情。这条项链只能属于你，和我在一起吧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若男怎么办？那若男怎么办？跟他说清楚的，我已经不爱他了，这样下去我也给不了他幸福。这就是你说的工作。
若男，你不要误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那是哪样的？若男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。是，我是喜欢萧哥，但我们没有发生过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喜欢李萧？他是我男朋友。若男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？那你说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若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为难萧哥。如果当时你没有让我去你家里住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子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的意思是我帮你，我错了？不是，我很感激你。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对不起。若男，你够了。我们也没怎么样吧？你们还想怎么样？若男，你放过萧哥吧，你放过他就是成全我们三哥。李萧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看见我们，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但一会儿还是让萧哥送送你吧，这样我也放心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话？这儿的女主人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。行了，你别演了，真恶心。别这么说，小薇，我带她来的，有事冲我来。给我脱了。你疯了吧？这是我给你买的，你给我脱了。裤子也是我买的，脱。不够，他也是我买的，你身上每一件都是我买的，你都给我脱了。段若男，差不多得了，松手。啊，松手。脱。松手。我让你脱了。让你松手。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，泼妇吗？啊？好聚好散不好吗？非要闹成这个样子。若男，你别这样，都是我不好。你把嘴给我闭上。李笑，我问你，为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跟你结婚，行吗？好，你非要听是吧？那我就跟你说，这种生活我一眼就望到头了，我很难过。在一起这四年，我早就不想过了，行不行？还有，每一次吵架，每一次，都是我道歉，都是我认错，凭什么？我很憋屈，我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结束吧。你说，这四年
跟我在一起很难受，看着我，我要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这四年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有没有数？你还有没有心了？能说出这样的话？真让我恶心！让开！宰了下去一个人呀，对啊，自觉点，别耽误大家时间了。这位小姐，你要么等下一趟。我说这位先生，我按电梯，你插队让我下去，谁给你的脸下去？总公司来的新同事就是你吧？啊，是我。你好，我叫段若楠。等着吧，一会儿有人给你安排座位。吴经理早。怎么是他？就把经理得罪了，今天也太倒霉了。爱重展这个项目大家都看过了啊，有什么想法说一下。没有，挺好的，魏佳杰考虑得很周全，他负责一定没问题的。我想听一下新同事的看法。段若楠是吧？从总部过来的，经验应该挺丰富啊。吴经理，我刚来，业务还不是很熟悉。没有关系，有些时候啊，我们就是要从新鲜的角度看问题。想看我出丑，真够小气的。好，
那我就直说了，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方案用户定位就有问题，我们面向的用户群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，用户的年龄结构是怎么样的，还有有无性别区分，他们的职业特征又是什么，每个月愿意在宠物身上的花费是多少，这些我在方案里都没有看到。还有据我了解，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宠物展基本聚焦在一二线城市，那我们要如何在这些展中做出自己的特色，这个可能还需要精准定位。我说完了。目前市场上的展览都相对比较成熟，我们要做出，所以我同意段若楠的看法，就是要对这次的展览吸引的客户垂直细分，量身定制。嗯，他不是来找事儿的吗？段若楠是吧？不错，蛮好的。那这样，贝佳，一会儿啊，你把项目案里头所有细分的内容，就他说的那个，给他补充一下，再细化一下。有什么问题要不懂啊，干嘛那就问他。啊。合作商的资料，今天下班前整理成表格给我。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工作吧？你不是有能耐吗？我们这边的氛围呢，就是给足新人充足的发展空间。不用谢。这里的调整，我将沿用全新的形式啊！近几年短视频的形式呢，也是非常流行的。几个盛行的手机软件也确实改变了。抱歉，抱歉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回事啊，李娇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上班就是上班，因为你私人信息，要耽误所有人的时间吗？我再给你5分钟时间，抓紧时间给我处理好，处理不好就给我滚蛋。肖哥，你终于接我电话了。你看到照片没有？我新买的口红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今天的会议很重要。你拼命的给我打电话，就是为了这点破事吗？是啊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很不习惯嘛。好了，宝宝，明天要上班了，我去整理一下工作啊。哎呀，不要嘛，人家还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宝宝。我已经请了7天假陪你了。哎呀，不够嘛，一辈子都不够。小哥，你今天下午也请个假好不好啊？真请不了，刚才领导恨不得把我吃了，一会儿忙完晚上还得陪客户吃饭呢。男客户还是女客户？男客户。那你吃饭的时候要拍照给我，知不知道？好好好，知道了，挂了。嗯。爱宠展合作商资料，这个不是贝佳的项目吗？怎么是你在做？没事，吴经理。我就当熟悉业务了。贝佳，嗯，若楠手上的活不应该是他做吧？不是啊，吴经理，虽然爱宠展的项目呢是我的，但是也总要给新人熟悉项目的机会啊，不然怎么能跟得上我们的业务呢？你还知道爱宠展是你的项目？你自己不好好完成工作，还让新来的同事帮你分担，怎么？这个项目提成你是要分给他是吗？你完成好自己分内工作就行，赶紧下班吧。好，谢谢。
吴泽，我晚上临时有个局，跟我一块儿去。好，还有那个若男，也跟着一块儿去吧。今天表现不错啊。来，我们走一个。好，来走一个。应该是我敬二位老总。来来来，再买一个，好酒量。谢杨总。来来来，我们再敬若男一杯啊！来来来来，吴总，我们慢点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真的有点喝不了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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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酒量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杨总，喝酒怎么能不带上我呀？顾总，咱们一块走一个。各位老总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喂，小哥，你吃完饭了没？我来接你好不好？哎呦，祖宗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，行吗？我这结束就回去了。你说你一会儿一个消息，一会儿一个电话的，我工作呢，我。若男。若男，什么若男？你和他在一块儿？啊，没事，我先挂了，忙呢。若男，真是你！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李潇，你们在干嘛？小薇，小哥，这就是你不让我来接你的原因吗？我俩碰巧遇到的，我。若男，我和潇哥已经在一起了。你能不能离他远一点？你干嘛呢，谭小薇？什么？放开！怎么样？他们都认识吗？若男，我真的不希望破坏我感情的人是你啊！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或者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怎么开心都好，只要你愿意放过小哥。谭小薇，你闭嘴吧！你谁啊你？他怎么喝成这样？你凭什么带他走？质问别人的时候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身份。先生，请慢用。怎么突然叫我出来喝酒？不在家陪你宝宝啦？别提他了，行吗？一提他，我头皮都发麻。我看人家今天给你做爱心便当，嘘寒问暖呢，不挺好的吗？一天光电话汇报就不下20通，恨不得贴双眼睛在我身上，只要我和别的女的多说一句话，就做得没完没了。我都快被搞疯了，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这种窒息的感觉。哟，有人这是怀念前女友了。顾总，吴经理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爱宠展就照这个执行了。嗯，总体看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啊，细节上面还要再细分一下。这样，陆南，你过来协助一下贝佳，啊，把这个项目负责起来。啊，其他人呢，就听若南跟贝佳的安排，好吧？顾总，这不合适吧？他一个新人。新人怎么了？你不是从新人过来的？我觉得他这个新人挺优秀的嘛，那沟通能力是吧？发现问题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按我说的来。还有，吴泽，你那儿有没有这个新的项目？如果有的话，都带上一点若男，啊。其他人还有事吗？散会。哦，若男，一会儿来我办公室一下啊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看见。你和千万别说，
哼。进来。顾总。哦，把门带上。顾总，你找我？对，坐吧。来，看看吧。爱重展今年的规模比以往都大。你看一下以往展会的资料。所以今年品牌方是打算用地推在线上推广吗？对对。这次品牌方如果觉得活动比较成功的话，他们会在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再做一次复制，到时候也是公司来做，交给你负责。谢谢顾总信任，我会努力的。你是很有能力，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如果我贸然把项目交给你来负责的话，我是很有压力的，对不对？你刚才已经看到了，公司同事是有意见的。我会努力不辜负顾总的信任，证明给其他人看的。证明给谁看？谁又需要你的证明？你证明给我看，我才是那个能帮助你的人。你证明给我我才是那个能帮助你的人，懂吗？顾总，你不要这样！顾总，顾总，你放手！你什么事儿？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集团的金总长得有点事要谈。肖哥，陪我看个片吧。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你要看片啊？看什么？你手机刚刚在看什么呢？我也要看。真没有，什么都没看。你看不看片？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。给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，我看什么呀？樊小薇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为什么不能看你手机？还是说你真的有事情瞒着我？我成天被你看的和什么似的，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？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，你给我看看。我今天就是不给你看了，怎么着吧？你成天这样作天作地的，你对我有过一次信任吗？你，真是受不了你了。你说的对，下次他要再敢，我就废了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冲在你前面。但是啊，不准再说谢谢。你的点好奇怪啊！干杯。
干杯。若楠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心情不好，有点难过。你能不能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自己吧。你不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该来的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谁呀你？若楠，咱们两个之间的事儿跟这个陌生人没有关系吧？那咱俩已经分手了，我怎么样？我家里有谁？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有事吗？没事先走吧。若楠。你现在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吗？小薇，小薇受伤进医院了。好了啊，包好了，伤口不要碰水，忌口。小薇。若楠，你和萧哥怎么一起来的？听说你受伤了，以为很严重呢，所以来看看。你还关心我？你可别这么想，我这次来呢，也是想借机跟二位把话说清楚。虽然你们做的事情我无法原谅，但看在以往情谊的份上，就让一切到此为止吧。若楠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感情的。我之前真的一直都没有同意萧哥，但后来我觉得他说的对啊，两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是不会快乐的。我是帮你啊。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说出这样一番话的？我发现我真是不了解你。算了，不重要了。以后也别联系了，省得给彼此添堵。李潇，有些错误犯一次就够了，好好对小飞，别再来烦我。萧哥，这个方案上也写了，我们这个项目百万美元呢？啊，园子被你吃掉了吗？啊，你知不知道数字后面没有单位，很容易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，知道吗？这种低级错误，连实习期的员工都做不出来。对不起，是我太不仔细了。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啊，你赶紧查一下你的项目还有没有其他的错误。Thank you.
顾总，检查清楚了，这个是新方案。公司啊，只有你胆儿最大，进我办公室可以不用关门。方案。委屈了是吧？还是我骂正了？是我做的不好，但是顾总，您能别离我这么近吗？那领导关心下属，怎么了？没问题，我不习惯。段若楠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的试用期还剩下一个月。如果你在试用期被公司开除了的话，请问哪家公司敢用你？不过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不仅可以让你快速的转正，还能让你管理整个策划部门。干什么？若楠，你疯了吧你？我们不能。你干什么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对不起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你。李笑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跟你结束了。没有结束，若楠，我对小薇只是错觉，我一时昏了头了。我不爱她，我爱的是你，若楠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真的爱你，我之前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，若楠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不想再提了。你好好冷静一下。你听我说，你千万不能抢我，男人有多重要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次，就一次，就一次机会。没有了，我跟你没有可能了。你要是再跟着我，我就报警。若楠，我现在回去就跟小薇分手，证明我爱你。分手吧，小哥，你回来了。小薇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小哥，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这几天我想了想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是我做的不好，我不应该那样看着你，让你觉得没有自由。可是小哥，我真的太喜欢你，太害怕失去你了。我怕你对我只是一时激情，转身就会回到若楠身边去。但是小哥，现在我想通了，
你就是喜欢我的，你也一定会对我负责的。所以，我以后不会再那样看着你了。你不要生我气了，好不好？你竟敢背着我在外面偷人！老婆，啊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老婆，老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打！你们给我滚开！你们害我是吧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老婆，你再说。老，你说谁黄脸婆呢？你？我没有说你黄脸婆，啊，我老婆，我求你！我看你再敢猖狂！我，你再敢吗？总是。
真够粗心的，出门不绕关键的吧。小哥，你怎么不开灯呀？吓我一跳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知道我今天买了蛋糕，所以特意关灯等着吹蜡烛，是不是呀？小哥，今天是我们一个月的纪念日，我特意买了你最爱的蛋糕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？有。我们分手吧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你监控我？不是。小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，所以我才……所以你嘴上说给我自由都是骗我呢？你从头到尾都想掌控我。我只是爱你，我想了解你，这样我们才能永远都在一起啊！你这不是爱我，你这是心理变态。我们不合适，分手吧。分手。小哥，和你分手我会自杀的，你难道忍心看我再死一次吗？你又用死来威胁我？你嫌弃我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嫌弃我？今天是我们一个月的纪念日，我本来还想着我们可以一起吹蜡烛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逼我，你逼我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反正你都不要我。不，我不会同意分手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分手了就是要去找段若男。你有病吧？跟段若男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就立下自据，说不会和我分手，否则我们就一起毁掉。大小伟，你太可怕了，今天至少必须死。这样对我呀，我只是爱你，我害怕失去你啊。小哥，喂，樊小薇吗？我这里是中心医院，你的父亲出车祸了，赶紧来一趟。喂。你爸伤在脑部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这样，你现在就去交费，我们明天就安排手术。现在？可是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医生，能不能再宽限两天？这是医院的规矩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样吧，你先去筹10万，我们先把手术做了，后面的钱我们再想办法。
请问段若男在这个公司吗？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什么话？我们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别紧张，我没想干什么。你护照忘带了，我给你送过来。给我。哎，跟若男在一块的男的谁啊？哎呦，这追求者都跑到公司里来送花了。我就说若男不简单吧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两不耽误啊，还真是让人羡慕呢。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我能问一下是为什么吗？我已经被好几家公司给拒绝了。你的工作经验太少了，恕我直言，你这样的简历到哪都不好找工作。连江大学金融系，段若男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们同届哦，他也在我们公司上班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不应聘了，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陈老师，不好意思。韩小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若男。有，那他就是小三抢你男朋友了。小薇，你可得离这种人远一点。是啊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，是不是？这次衣服展会的彩妆部分就由贝佳负责，然后香水部分要单独再安排一个展区，由若男负责。吴经理，我能不能申请和若男一个组啊？我刚来公司，其他业务也不太熟悉，我就给他打打下手。用不着，妙小过不下您这尊大夫。衣服可是大品牌，你一个人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负责得了吗？我再说一次，这次展会对我们公司来说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关系到几个大品牌的合作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高度重视起来，结果会计入到月末绩效考核中。好了，大家都去忙吧。现在你的机会可来了，只要你把这次活动搞砸，段若男他必定要走人。可是什么可是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当时招你进公司的时候，你都答应过我什么？再说了，
现在无策在追段若楠，所以他肯定会以权谋私，偏袒若楠。你觉得到时候走的是你还是他？苏丹，来喝杯咖啡吧。谢谢。你看我刚拍的。哇。就算和我分手，你也没机会复合。若楠，我来帮你吧。用不着，我只是想帮你。我跟你说了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我只是想帮你。我跟你说了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天哪，这可是春季的衣服新品，就只有这么一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帮忙。段若楠，我都看见了，是你把香水弄坏了。我为什么要故意摔瓶香水啊？还不是因为他跟我抢？可人家明明就是想帮你啊。我用不着他帮。现在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展了，你必须要对这件事情负责。小哥，今天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们不会这么顺利的。若楠呢？你们不是一起去的仓库吗？我没看见，我搬完东西就下来了。他没回来吗？你们仓库在 B 层对吧？小哥，你别去，他不会有事的，小哥。
飞佳姐，吴总，若娜好像不见了。有人吗？若娜。有人吗？若娜。李湘，快帮我打开。若娜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小薇都回来了，却不见你。肯定是他给我关着的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，若娜，我知道你在躲我，但我真的有话想和你说。能不能给我五分钟？就五分钟。好吧，你说吧。我和小薇分手了。你要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别走。若楠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看在我真心悔改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想得很清楚，只有你能让我安心，能给我家的感觉。只要你答应，只要你答应和我重新开始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你觉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太晚了？早干什么去了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李潇，认清现实吧。若楠，我们四年的感情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我做不到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没事吧？若楠，我以为你不见了，就带着吴总来找你，没想到你们……这里是公司，还请两位注意一下场合。李先生，如果你要想谈私人情感，请离开去外边谈。吴总，怎么帮了你们的忙，不感谢反而过河拆桥呢？李先生，友情帮助是您个人行为，跟公司无关。若楠，虽然你解决了问题，但还是给公司造成了不少的影响。按照规定，你应该受处分。不是，客户都说若楠办得好，哪里有什么损失？这是我们公司的事儿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看你是没事找事。哎，好了好了。我接受处罚。吴总，你来做什么？关于今天的事情，我有些话想说，希望吴总给我一点时间。说吧。若楠和黎潇在一起四年，他们的感情是你无法想象的。若楠为了和黎潇结婚，曾经多次向他求婚，你不知道吧？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一方面是出于普通人的善意，希望你不要错付了感情而受伤。另一方面是出于下属的立场，希望你不要因为喜欢若楠就处事不公，对我戴有色眼镜。我只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公平的职场环境，希望吴总理解。好。这次下属品牌大促，要选择一个主负责人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大家还是以方案取胜，而且公司现在也想培养新人，希望新进来的同事可以积极参与，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就散会吧。下出品牌大促是咱们年后的大项目。当然，这个项目做好了，直接影响转正了。吴总刚才的意思是说，大家都有机会负责，我还以为会直接……小薇，你想要什么资料？你和我说，我帮你。你一定要转正留下来，我可不想和那种人做同事。
若男，你的夏日大促方案已经做好了吗？我们要不要一起讨论一下呀？我这边还有之前的一些方案，我们可以。不需要，各干各的。段若男，你懂不懂团队合作？就你了不起？别这样说，贝佳姐。若男能力强，能者多劳，作为朋友我可以理解的。抱歉，首先我跟你不是朋友，还有我的方案我自己能搞定，不需要讨论。谢谢。
大促仪式，项目负责人是贝佳。为什么？简而言之，你跟小薇还需要成长空间。贝佳姐，我们都会全力配合你的。为什么是孙贝佳？会长都已经解释过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是因为方案吗？可真的是樊小薇偷的我的。好，就算是我相信你，那别人呢？小薇做的方案跟你完全都不一样，你没有证据。是，我是没有证据，可是我不甘心。若男呢？只是一个方案而已，你何必那么在乎输赢呢？你再这样闹下去，对谁都不好。还有啊，不要把私人恩怨放到工作上来。你最近为什么总是帮他？不是我偏帮他，而是要公平。若男，你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说到公平，我倒想问问你。你跟黎潇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之前答应过我要给我机会，不是吗？我就知道你得误会。那天是樊小薇把我反锁在仓库里，我出不去，然后黎潇突然出现了，我们俩起了点争执，然后你们就闯进来了。但是我跟他真的没有可能了。还有，我答应你的，我都记得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好。只要是你说的，我全都信。哎，对了，我这周末过生日，你要不要来一起聚一下？好啊。樊小薇，贝佳姐，我不想做了，我觉得我比不过若楠。别呀。现在下出项目都是我负责了，你还怕他什么？我保证让你转正，稳稳地留在这个公司。谢谢贝佳姐，但是我感觉只要有吴泽在，我就赢不过段若楠。怎么，他有吴泽，你就不能有吴泽了？你现在打击段若楠的最好的办法，可能就是争取吴泽。可这不太好吧？这怎么不太好？他也单身，你也单身。大家都是公平竞争嘛。可是我对吴总一点也不了解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嗨，我了解呀。吴泽家庭优越，他妈妈呢原来是公司的大股东，虽然现在退居幕后了，但是在公司势力依然还在。而且他之前来公司的时候专门让我帮忙留意身边优秀的单身小姑娘。你觉得这是为什么？意思就是我可以帮你呀，我觉得你就很符合吴妈妈说的那种优秀儿媳妇的标准，漂亮又温柔，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。编故事？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若楠，阿姨好。看着粗粗笨笨的，应该是你的下属吧？你也是的，什么样的人都往家里带。妈，若楠不是我的下属，她是我媳妇。哎，小泽，我给你介绍个女孩认识一下。樊小薇。
做你的女朋友吗？我这个场合，我想我还是不要继续待在这儿好。我先走了，生日快乐啊，若楠。若楠。好的。气死我了，我真不知道这个女人给小周下了什么迷魂汤，让她整天神魂颠倒的。若男确实比较招男孩子喜欢。不行，我绝不让小周上了这女人的圈套。小薇，你呀、也要使把劲才行。过一会儿你帮我多劝劝她，今天晚上就不走了。阿姨，这不好吧？我知道你是位好姑娘，贝佳也跟我说过，你是水云集团的千金。我知道小薇现在这样，让你有点委屈。不过我跟你说，你是我最满意的儿媳妇人选，我绝不让小薇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交往。你呀，就帮我多劝劝她。那好，阿姨，那我试试吧。在哪儿啊？好想你，你快回来吧。小刚，你没事吧？别喝了，你到床上去。特晕，刚刚不是心口疼吗？啊，对，胸口也疼，头也晕啊，我好难受啊。心电图、血常规全查了，没有问题，自己看。李湘，你到底搞什么呀？我是真难受，还演是吧？行。你难受就是报告出问题了，我现在就去找医生给你扎两针。哎，别！我就是不想你跟吴泽待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我跟吴泽待在一起？那你别管。我只知道，如果你不在乎我的话，你是不会收到我的短信就立刻赶来找我的。王楠，你心里还有我呢。发开。李湘，我在很认真、很认真的跟你说，咱俩从你出轨那一刻开始就不可能了。我今天会来，完全是看在我们之前几年的情分上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手段欺骗我，不然你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。
若楠。若楠。喝多了，没事，我是看你晚上不太高兴，就上来看看你。谢谢，我没事了。好，下车，开门，你那个下属又来了。少楠，你怎么来了？泽，卑鄙！没开二度故技重施是吧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若楠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。我说呢，李潇突然装病，临手算计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再跟我耍这种手段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脸？若楠，别闹了好不好？我闹了？我闹什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他大半夜为什么在你房间？你是在质问我是吗？那你刚刚又说李潇做什么？你离开就是为了找李潇是吗？我为什么离开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李潇给我发消息说他受伤了在医院，我才过去看他的。他受伤了你就要去看他，那是不是说明你心里还有他呢？薇薇，若楠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心里清楚了吧？是不是那一巴掌扇得不够疼啊？若楠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也喜欢这样的是吧？行，祝你幸福啊。若楠，若楠，你现在是追不上他的。若楠真有这么好吗？是，他很好。今天你脸上的伤，我替他跟你说声道歉。他是因为误会，才冲动伤了你。你要怪就怪我，不要怪他。我理解他当时的心情。既然你这么通情达理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喜欢的是若楠，我非常非常喜欢她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独特的女孩，所以我不想让她误会，我也不想让她难过。今晚的事儿，就是因为我喝多了，还好我酒醒得快，要不然就会酿成大错了。今天晚上是阿姨让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妈非常喜欢你。我不知道你跟我妈达成了什么约定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小薇，我的心里只能容下她一个人。如果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今晚的事情，我们在公司还会是很好的同事。不想看你受委屈。
薇。你也去洗漱一下。今年夏初品牌大促第一阶段完成的非常好，品牌方那边想临时加一个直播活动，除了贝佳主负责之外，还要再挑选一个直播环节的负责人。按照老规矩，各自做方案，有能者举之。又是做方案。不想做方案也行啊，那你就给直播拉赞助，只要是能给活动增加曝光量就都可以。啊，这不是更难吗？你有这个抱怨的时间，还不如多想想办法。我想问一下，拉赞助是指给直播活动招商吗？可以这么理解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多拉一个品牌方进来就降低了成本，对于品牌方来说，让两个不同领域的品牌在同一场活动中相互引流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曝光量，可以达到双赢。啊，但是要注意，一定不能是竞品。小薇，怎么了？这些都不喜欢吃吗？没有，阿姨你多吃点。有心事啊？来，跟阿姨说说。阿姨，我想辞职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武泽因为那天的事情很不高兴，所以最近一直不待见我。哦，有这事吗？而且段若男一直在吹耳边风，武泽觉得就是我故意挑拨，我觉得我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
又是这个段若男，他还真是个心机女啊。哎，小泽也是的，以前挺听家里人的话，现在被这个女人搞得神魂颠倒的。阿姨，你知道的，我是真的想好好工作留下来，这样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和吴泽相处，让他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我听说你爸妈的水云集团不是正在招广告代言吗？你可以找他们帮忙啊。阿姨，你知道的，我出来打拼就是不想靠家里，我不想和他们说。嗯，有志气，那有什么需要阿姨帮你。阿姨，你认识庞巴度红酒的负责人吗？还真巧了，他们的李总是我的好朋友，回头我给你打个招呼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不用谢，阿姨好久都没有遇见这么投眼缘的女孩子了，你呀以后就做我们吴家的儿媳妇儿吧。这次的方案若男做得非常好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，直播活动的负责人就是吴总。我申请成为直播负责人。庞巴度大牌红酒啊，经过我的努力，庞巴度品牌已经同意入驻我们夏初大促直播活动，而且愿意用最低价给我们新产品。原来是你，我说我怎么跟庞巴度聊得好好的，对方突然没消息了，是你在跳我单。若男，你又冤枉我了，我怎么知道你聊的是这个品牌呢？就是，你别自己做不好就老怪别人。小薇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听说他们这个新品白玫瑰天使很难谈下来了。我听说他们这款酒一直是供不应求。吴总，按照我们之前聊的竞争规则，小薇给公司带来了直接利益，我觉得她比若男更合适。吴总，我在对接这个品牌很早就跟你汇报了，但把事情办成的是我，你说对吧，吴总？若男，若男，你听我说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是你言而无信吧？明明知道樊小薇耍了手段，不但不阻止，还让她成了负责人。小薇这次确确实实拿到了商单，这个是实打实的成绩，我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就在工作上让步吧？个人恩怨？你觉得我在故意为难你是吗？你搞搞清楚，是樊小薇跳单在先。你先别那么激动，你这个也只是猜测不是吗？你又不信我。若男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虽然是你的追求者，但是我也是这个公司的管理者，我也有我的立场啊。好，你有你的立场，那我也有我的，不肯帮我是吧？我自己帮自己。树南，你Woo!
我们谈谈。谈什么？谈把直播负责人还给你啊？酒商那边本来就是我在负责跟进的，我也问过酒商，你是靠着吴泽妈妈的关系才攀上他。行了，我退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主动退出，现在直播这个项目由你负责，庞巴度也还给你。我已经向吴总发过邮件告示过了，现在你满意吗？你会这么好心？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我发现你这个人也真够好笑的。东西是你要的，给你了你又怀疑我，还有没有？若楠，你现在应该拿回属于你的项目了吧？你放心，小薇不会和你争了。明天的直播就按这张表去陈列。啊，千万别忘了检查电源有无故障，还有直播间的音响是否的无误。若楠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这是小薇的活。我现在是这场直播的负责人，这当然是我的活。樊小薇没告诉你他退出了？什么？大家都在啊，来喝饮料。小薇，刚若楠说这场直播他负责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大胆说，是不是他逼你了？是我的问题，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怕扛不住，所以就主动提出让若楠负责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以后有什么问题，大家就听他安排。来喝饮料。贝佳姐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桂花拿铁。好。哎，贝佳姐，好了，大家多用点心，明天的直播活动一定能圆满成功。若楠，嗯，你出来一下。你们先忙着。我收到一封邮件，樊小薇说她要退出这次活动，想把负责人的位置让给你，你怎么看？很好啊，她既然愿意把机会让出来，那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抓住。既然是机会，她为什么要给你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该不会觉得我威胁她了吧？在你眼里，我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我的下属之间能够公平竞争，不要因为一些商业利益就……既然是下属，那吴总，我要继续去布置直播活动了，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。还有，既然我现在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那我就会负责到底。你真的以为他会自愿把这个机会给你吗？叫我来这干什么？裴佳姐，我这次真的不想和若楠争了。不争？你一句不争就不争，你把我放哪了？你忘了我找你进公司的原因了？没有忘记。你要借我的手告诉若楠。你记得就好。那你还敢说退出就退出？你知道拿到这个机会有多不容易？裴佳姐，你就这么讨厌若楠？当然，从他来的第一天就讨厌。我就是要让他不好过。一句话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帮，当然要帮，所以我才叫你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直播要是搞砸了，负责人会怎么样？
回事？若楠，这怎么办啊？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没事，我们去隔壁。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樊小薇，你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头上了。贝佳姐，我没有骗人，明明是你昨天和我说你恨若楠的。贝佳姐，这次我真的不想和若楠争了。不争？你一句不争就不争，你把我放哪？你忘记我招你进公司的原因了？我没忘。贝佳，事已至此，明天这件事情我就会上报，你就等着停职走人吧。贝佳姐，贝佳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是我小看了你，竟然出卖我。贝佳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。好一个没有办法，你连录音都准备好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是干什么？贝佳姐，录音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是我做的不好，但我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一张底牌，而且我也是为了你啊。别闹了，为了我？是啊，贝佳姐，你想啊，这件事情已经被发现了。但是我凭什么帮你对付他呢？就凭他是我们俩共同的敌人。之前段若楠用那样的手段逼您走，我想您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你错了，
之前的事情我老婆已经不追究了。再说了，我在集团公司待的也挺舒服，我凭什么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？我一切都好说。若楠，这个是我给你选的项链，作为赔礼道歉的礼物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真土。这项链还挺好看的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怀疑你搞恶意竞争，我只是担心你相信了樊小薇说的话，但是你又中了他的圈套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所以才说了那些话让你误会。而且后来我不是也跟你解释了吗？所以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傻？辛苦了，喝杯柠檬水吧。谢谢吴总，我很忙没空。若楠，你就别跟我生气了，刚才说那些话是我错了，但是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樊小薇不会平白无故把机会让给你的，你要小心，这可能是个局。知道了，有来无所不行。好在你聪明，一下就识破了他们的计划。我跟樊小薇做了这么多年朋友，太知道她是什么人了。这次我就是想看看她能玩出什么花来。你以后能不能多相信我一点？好，以后呢，我就只相信你。现在也算是尘埃落定了，孙贝家即将被停职，樊小薇以后也不敢再为难你了，你就开心一点。来，赶紧把这条项链戴上，看看沉不沉。看吗？好看。吴总，一会儿10点有个会，需要你参加。孙贝佳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被停职了？是吗？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人被停职了。如果不是我，是你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是谁下的？我下的。顾红。吴泽呀，吴泽，你看看你带的队伍。居然敢在公司的公共场合直呼领导其名，行，怪不得集团公司不放心，把我调回来继续管理你。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？今天早上任命呢，一会儿你就能看见了。行了，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办。下出这个直播活动的事故影响极其恶劣，我必须严肃处理。段若楠，你别走了。你是故意的。故意的又能怎样？顾总，整件事情来龙去脉你比谁都清楚，根本就不管若楠的事。我不管事情怎么发生的，我只追究负责人的责任。段若楠是这件事情的负责人吧？那照你这个逻辑，干脆停掉我的职好了。说到底，我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，我是整个项目最大的负责人。吴总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还是吴总认为我不敢啊？走。当然不是威胁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如果你硬要停掉一个人的职，那就停掉我的好了。好，吴总有魄力，
我今天就成全你，我会把今天所有的事情汇报给集团总部。还有你，段罗南，你别着急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把这些报表今天理出来给我。抱歉，这是财务部应该负责的事情，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。可是顾总说这就是你的职务范围，如果不干的话就当旷工处理，开除就好。段若楠，去把楼下的快递拿上来。你给我倒杯咖啡。段若楠，你是眼睛瞎了还是没长眼睛啊？啊！你看看你写的那份报告，全是乱码。你要是这种工作态度的话，趁早给我滚蛋。我在你家门口，我想见你。好，我马上下来。又是你个扫把星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阿姨好，我是来找吴泽的。你还有脸找我儿子？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怎么可能会停止？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可能现在这么狼狈？你给我出去！若楠，你怎么样？妈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停职是我自愿的，跟若楠没有任何关系。怨他怨谁，不是因为他你怎么可能会停职？你的性格我还不清楚吗？就是这个狐狸精惹的祸。妈，你说话放尊重一些，若楠她是我喜欢的女人，你要是再对她抱有任何偏见，那不是我之意，您在我心中也并非一个合格的母亲了。你
若男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我在我女朋友家过夜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女朋友？若男，你答应了。这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？你什么身份？我跟若男说话呢，你给我让开。凭什么？你让不让开？让。我跟若男说话呢，你给我让开。凭什么？你让不让开？不让。你别动手。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，放手，放手。李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完没完了？没完。若男，我也帮了你很多，我之前你是帮他还是坑他呀？自己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跑过来丢人现眼，真是够蠢的。你骂谁呢？我骂你。我警告你，离若男远一点，他现在是我女朋友，不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用得着你管吗？你是谁呀你？若男，你认真的吗？他有什么好的？我警告你，不要为难若男。好了，你们俩有完没完啊？这是医院，还要再打一架吗？幼不幼稚？妈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伤得还严重吗？没事吧，放心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叫你不要跟这个女人来往，你天不信。你看现在把自己弄伤了吧。我跟你说呀，找媳妇就要找小薇这个样的，知书达理，出身名门。你看看出身名门，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？妈，我说过的话不想再说第二次，您不要再插手我的事了。插手？我不插手你命都没有了。你个狐狸精，你个扫把星，你给我滚远一点。阿姨，这里是医院，请您注意素质，不要大吼大叫。若男，你怎么能这样和阿姨说话呢？你把嘴给我闭上，不要在这里挑拨是非，赶紧消失。你干嘛？水云集团大小姐还打人啊？什么水云集团？哦，你还不知道？哎，小薇现在是水云集团的千金。你爸不是老师吗？什么？老师？阿姨，不是这样的，您听我解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和黎潇一起撒谎骗人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现在就跟你水云集团的爸妈打个电话，问候一下，怎么样？妈，这边没您什么事了，您先回去吧，好吗？行，我不管了。阿姨，阿姨，段若男，全都是你害的！你发什么疯啊？樊小薇，你要是再给我惹是生非，我就把你那些烂事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好，给我等着。新接的一个大项目，你还没转正，
就不用参与。可是樊小薇也没有转正，不是吗？我是被佳姐清点的项目负责人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有的话直接找顾总，没有的话请你出去，不要耽误我们开会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消息，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要合作了，这可是个大项目。黎霄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来找你。拿出来，段小姐，这个活动我们就全指望你了，希望你能带队做好后面的执行。放心，胡总。
回去告诉你们领导。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吴总跟我打过招呼了。顾总，若男这样不合规矩。那怎么办？胡总亲自点名让他跟进，难道我把胡总打一顿？可是我已经跟……稍安勿躁，有些事情不是说他想得到就一定能得到的，懂吗？就算得到了，也不一定是好事，是不是祸，说不定。还有事吗？那我就先出去了。记得晚上陪我跟客户聊天啊。怎么样，都安排好了吗？顾总放心，这次一定让段若男走人。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所以就来看看。怎么样，这边还顺利吗？嗯，今天销售挺好的，手环公司还有李潇他们咨询公司都对我们非常满意。来，借给你。你呀、啊、就是太拼了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照顾好自己身体。你看看这黑眼圈快掉下来了。原来你来这儿就是为了和别的男人参加活动。
所以你早就有人了，是不是？谁呀、啊？我不认识你，放开我！现在说不认识我了啊？我送你那么多话你忘了？哎，这位先生有话好说，不要动手啊！你谁呀、啊？少管我的事啊！滚开！哎、你干嘛呢？别动他家试试！我就问他怎么了啊？老子是你吓唬大的呀？啊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泽，你流血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怎么样？哎，吴泽，吴泽，你别吓我！报警啊！你叫我来到底干嘛？坐。我想要告诉你，我辞职了。你吃错药了吗？我累了。在公司被迫内卷，咱俩为了一个转正名额斗成这样，吴泽也因为我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再继续了。线下活动办得一塌糊涂，与其等公司开除你，还不如装潇洒主动辞职，你倒挺会给自己留面子的。你如愿了，再见。算了，咱俩还是别见了。你以为我会自责吗？这一切本来就应该属于我，我留下靠的也是我自己的本事，是你输了。若楠，听说你要离职了。嗯，已经交了辞职信了。是因为昨天那个活动吗？我们都知道昨天那个活动现场其实不怪你的。不是活动，是我自己累了，想暂停一下休息休息。
离职就离职，别忘了把你的破烂都带走。能一直这么嚣张风光下去，若男，你看，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我。小薇，站在这干什么呢？我让你打印的商家 logo 你打印了吗？还有商家对接的电话呢？怎么还不去联系？还没有，薇佳姐，我刚是叫……我不听理由，只看结果。今天下班之前把这些全部都给我做好，我要看的是成品。可这不应该是我的工作，薇佳姐。我已经成功搞走若男了，你也变成部门经理了，是不是可以给我大项目负责了？你答应过我的，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佩佳姐，你你什么你？既然你知道我现在是经理了，就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，不要反驳和顶嘴，听话，好好干。这样我才能保证你在这个公司里过得平安顺遂。金董，关于公司业绩这一块，会由贝佳经理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汇报。嗯，好的。贝佳，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上个季度完成的营业额是300。
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今天晚上继续陪我接待客户啊。顾总，我今晚有事。你这事儿对我没有用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把孙贝家搞走用的什么手段，这些证据都在我手里，都想要跟他一个下场，就得怪，否则今天晚上这个酒一喝，合约挣了1000，什么话都不说。哎，你说的算不算？哎呀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我说了当然算了。小薇，赶紧请赵总一个。哎呀，光喝酒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来点新鲜的。你敢跑？你信不信我把你的把柄发到整个行业，封杀你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别惹我。樊小薇，你上位了很得意是吧？你知道我最近过的什么样的日子？你害我被公司离职，还让我上了行业黑名单。现在所有公司都不录用我。让开，别烦我，你给我说清楚。
放下。我没有别的选择了，若楠，我已经泥足深陷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和顾红达成了协议，我靠自己帮他签单，他给我升职加薪。但昨天晚上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就跑了。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又是顾红那个人渣，怎么又是他还在故技重施？你也够傻的。你现在想清楚了吗？你要是想清楚了，我帮你。你说真的？与其说帮你，不如说帮大家。这个公司只要有顾红在一天，就会有下一个你遭殃，胡怡、李琦他们一个都逃不掉。只有顾红走了，你们才能真正的安全。我以前那样对你，你还愿意帮我？让他，谢谢你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姜还是老的辣，对付顾红那种老狐狸，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帮助。进来再说。你们俩怎么在一起？说来话长，我们有事找你帮忙。你说。我们公司的事你都听说了吧？我离职了，小薇现在被顾红控制了。你们俩和好了？算是吧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但请你帮帮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好，我帮你。但是除了我之外，你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帮助。谁啊？武泽。我最近查到了顾红在卖掉自己集团的股份，他之前让小薇陪的那个赵总是三元集团的顶级客户，他们公司跟集团的合约期到了，一直在犹豫不肯续约。所以顾红这么积极地联系他，估计是想把他撬走了吧？难道他是想吃独食？按照你们给的线索去查，发现他自己偷偷开了一家公司，估计是想把那些业务拉到自己的皮包公司去做。嚯，这家伙胃口可真够大的呀！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还需要你再次接近顾红和赵总，放松他们的警惕，才能拿到最直接的证据。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再见。不愿意，我豁出去了。
真的想好了。你们都在帮我，没道理遇到困难我还往后缩。放心，我能做好。顾总，都几点了才到？赵总，对不起，我为那天的不辞而别向您道歉。行，想通就好。今天晚上陪我喝好了，以后啊，你的好处少不了。真的呀？那您得告诉我是什么好处。别吊人家胃口嘛！嗨，顾红那小子想跟我们公司签约，把这三元集团的全部客户啊挪到他自己公司去。你想想，顾总公司红火了，你还怕没有好处可捞？真的？那有没有我的一份呀？哎呀，赵总，这您得跟我好好说说，您和顾总想怎么发财呀？我跟你说，赵总没喝完呢。你不懂啊，我跟你讲啊。金董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我还不知道你干的好事。我干什么了？你滥用职权，行贿受贿，业绩造假，泄露公司机密。白小薇，做人要有证据啊！这就是证据。金董，这份合同就是顾红背着您跟赵总签的奖励合同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。段若楠，你不要血口喷人的。你看看那个合同上面签的是我顾红的名字吗？啊！叫杰森顾的满大街都是，你凭什么认为是我顾红签的？啊！没错，单凭一个名字确实很难定你的罪。但是如果我们请来人证，你还能抵赖吗？证人？什么证人？
不想告诉我，我也拉几个陪葬的。把合同给我，把合同给我。小心！你不放开！把合同给我！把合同给我！你不许伤害他们！小薇。你怎么样？还给你了，小薇，小薇。你原谅我了，你不是都说了吗？好了，我打算跟他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你真的不做了？顾红已经被抓了，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。金董也说欢迎你回去继续做，就这么放弃了？嗯，之前吧，一直埋着头往前冲，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现在想给自己放个假，出去玩一圈，好好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和吴泽一起？嗯，他刚出院，再休养两天，我们就准备出发。若男，其实。别再纠结过去了，你也应该拥有新的人生，以后你会遇见更好的人的。好，那就祝我们一切顺利。还是朋友。